哎，我们刚从鹅泉景区出来，这儿驻扎着一个房车。您好，有人吗？您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您也是北京那边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我重庆的，我在北京买的车。哦，在北京买的车。对。哦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在那个咱们那叫锦绣古镇是不？我重庆。啊，我们在锦绣古镇呢，刚跑这儿玩了一圈。你们也是开的房车呀？对，我也是一挂车，我挂的是一米野在后边。它好不好停车那里？好停车呀。有多远？锦绣古镇离这儿8公里。锦绣古镇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您这个前舱比我那个要好。哇塞，您这前舱拿东西太方便了。米野也是一样啊。米野不是，米野有挡的，那米野没有这门大。哎，您这个液化气这个小装置是干嘛的？但是这个发生危险的时候啊，它是一个安全装置，它马上在一瞬间，很快一瞬间它就卸载了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，过滤的，过滤的，这个是过滤的，这个就是气里面啊，这个国产的气啊不干净，不纯，对，不干净，不纯，它这个过了以后很纯，因为这个进口车哦，它的冰箱取暖什么都用气，都用气啊，对，都用气，国产的里面都是冰箱也用气，冰箱也用气，三个人的、哦、用气，用12伏的，用220伏的，很方便哦。用气等于是水啊、电呐、啊、什么那、这个什么暖风啊，是吧？嗯，是不都气的？对，暖风也用气，暖风也用，只有一样用要用电，嗯，空调，对，空调用、哦啊、对。让那个空调，对，您这个多重？980公斤。哦，那比我那轻好多呢。我那空车是1.38吨。太重了吧？我480。480是950公斤。我您那这950。嗯，对，950。那就轻太多了。950公斤，真轻松。嗯，买的时候是挂了冰箱竟然能用燃气？燃气。冰箱怎么？冰箱燃气，它这就排出来。热水都用。你看，你摸，还有温度，这是冰箱的产生热气的，它就是用烧的这个气，而且很节约，一点都不费气。哦，嗯，那也就是说您那个气老开着，老开着吗？只有行车的时候不能开。哦，行车的时候可能他叫我不要开，因为可能是因为风大，要把这进去进风以后，他可能要吸、哦，反正注册以后。都开，都是用燃气冰箱。哦，国产的都是用电。这个好很多呀。这一下子就是拿燃气把冰箱啊什么这些都解决了。国产的对电的要求很高。对。哎呀，什么都用电。我那个我就老怕没电，我是250安时的胶体电池。那您电池多大呢？原装来的时候没有，原装这个进口的车它都不带电池，但是我就装了一个300安时的锂电。哦，你看我那个电呢、啊，都出了照明，你看我用了很多天了。啊，你看，还有98%，98%，我可能用了大概一个星期了。啊、哦，那您那上面是不是也有那个太阳能板？没有太阳能，没有太阳能板没有，上面就空调啊。我跟你说了，除了空调用电，其他地方我没有用电的，就照明的、啊，照明就 LED 的都是它不耗电，它没有。空调用电还不开。啊，对，空调用电没有开，我去的可能热的时候可能就要开。不知道吗、哦？我怎么开呀、啊？哦，所以你看我这。那您这个电，您就是只是充电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您行车也不充电，停车也不充电，也没有太阳能板。太阳能板。到了某一个地方注册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还可以，就在你跟他说，哎，我充点电，他都让你充。您这水箱比较合理，您这水箱直接摆中间了。对。我那水箱搁那边，轱辘那边一长条。因为进口车它的水箱。都配的比较小，只有45升。对，我就加了一个。您那得也得150升的。没有，加了一个70升的。这是70的吗？70升，一共115，完全够用了。这完全够用了水。我那是150的，就一个，感觉跟您那差不多。你走的时候你装水没有啊？我不装，我就装，就最多剩20%。对，我们也是没有装水、嗯，走的时候没有装水。装太多不行，它晃。哎、我觉得这我太沉。您这跑高速得多少油耗了？拉着它？1块吧。一块钱，啊、哦，就1块钱。您是跑多快呢？80、90的呗。一般都是80、90。哦，哎，不用太快。那个一般都是。太快了要超。80、90。要100以内嘛。哦。一般在100。你要敢跑的话，你
110，有时候跑到120了。经常忘了120多啊，我就看到慢，忘记了，经常忘了。哎，后面还有个车，来了几天了？你们昨天才到啊？我是昨天才到，大哥是前天到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防城港，防城港过来的。防城港去的德天瀑布，跟德天瀑布来这儿了。德天瀑布那个路好不好走？我准备去德天瀑布。德天瀑布大路好走，我们走的可不好走了。那怎么了？让我给带错路了。这是爱布瀑布，马路边，你看，就这个栈道已经没有那个木板了啊，就走，没有多远，小心一点，你小心的走过去就行了。有一点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我都可以走，我们都在两边看。哦，你注意安全就行了。哎，这还25公里才？对，25公里很近的。对对对，咱打个方向，拿个方向去。哎呀，反正你这边也可以去，这边也可以去，我不知道你在哪个位置，反正就爱布瀑布。跟我说那瀑布那儿去看，去，好像要买门票，对，要买门票，买门票我就劝你不要进去了，因为就是农民在土里面栽的一个瀑布，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直接奔瀑布了，好，那走，行，停在停车场了，好，行，那我们直接奔瀑布了，好，慢走，得嘞，多谢您啊，没关系。